去第二節向左望，其實頭先阿秦妹都講過，就係話黃岐先生被即係審秘密審訊啦，甚至都可能會遭到依一個勞資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都可能對依一班國內保障一啲即係弱勢社群嘅依一班即係見義勇為嘅人咧，都會覺得佢哋都面對好大嘅一啲困難或者困壓啦。咁其實頭先長毛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喺99年嘅時候，其實黃岐先生曾經喺即係英國應該係網站係一個即係講緊天網。咁或者可以阿長毛講多少少關於呢個真係好動人嘅故仔嚟嘅。當然我即係好大感慨，因為我唔識阿黃岐先生，我同佢素未謀面。咁我曾經咧就喺兩三年前咧就見過佢放咗出嚟啦。即係因為1999年嗰陣，我放出嚟，佢提早放出嚟嘅啫，唔知保外就醫定乜嘢啦。咁我就見到佢嘅接受人訪問，佢都係講話我會繼續做啲嘢。我記得好似係有線訪問。咁我當時好開心啦，即係到底佢都有機會見到天日。咁佢就佢講我繼續會做啲嘢，咁就帶嗰啲記者去嗰間好簡陋嘅辦公室嗰度。佢就繼續搞緊天網。天網呢一樣嘢咧。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啊嘛！咁當然可以要嚟對付壞人啦，但係都可以做好事嘅。天網恢恢咧，就鬧住嗰啲喪失，即係失散咗好耐嘅親人啊、愛人啊各樣嘢啦、親朋戚友啦、至交啦。嗱，黃岐先生點解會經營天網咧？其實佢就係用呢個網絡咧，幫因為戰亂變故也好，什麼也好，失散咗嘅親人。佢呢個天網成功到點咧？就係、是、得到呢、這個。中國政府的公安部是表揚咦他的事蹟是登在公安部上面是公安部的報紙他是座上客來的奇怪為什麼到他1999年開始在天網那裡被人家掛有關六四十周年的悼念消息和那些、聲明和文章之後他就遭揚就變了這個加害臣就捉他咁啊，黃岐先生由一個座上客變加下囚，其實如果一個人係冇腰骨嘅，其實即係講聲對唔住啦，冇錯，咁咪繼續經營天網，天網好成功嘅。咁啊，佢冇啦，咁所以佢咧就被判呢、這、一個又係被話審判嘅啦，就係、是、被判呢、這、一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就要判10年。咁後屘兜兜轉轉。咁就可能又都係一張牌嚟啦，咁就放咗。咁佢今次四川嗰時，佢冇佢繼續做啊嘛，佢根本就係四川人啊嘛。咁佢咧做咗乜嘢咧？就係、是、帶瑞典同埋日本嗰啲傳媒採訪啊，去揾嗰啲災民。同埋將嗰啲災民請願嘅實況咧，係報導出，係啦，掛上網。咁就搞掂啦。咁佢被控嗰個咧就兩條罪啦。今次一條咧就叫做非法藏有國家機密罪，一條就係叫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咁講起嗰條非法藏有國家機密罪咧，就笑碌甩碌嘅，亦都係笑中有淚嘅。當然係原來咧，佢藏有嗰啲咩機密咧，就因為佢國安局一衝入去個屋企就立咗佢嗰個即係嗰個。hardware 裏邊咧就藏有咗咩咧？就係國務院同埋佢屬下單位講點樣樣應付同埋懲罰上即係、就是、管理啊、懲罰應付上訪人員嘅方法同埋規定。OK， 咁啊，第一有機密要泄露噶嘛？咁邊個泄咧？係咪啊？係個網絡泄，因為嗰啲喺網揾到噶嘛。係咯。你把上去嘛，我揾到啫嘛，系啦。咁即系泄密，冇人泄喎。咁點有人持，即系俾人去攞咧？嗰啲唔係機密嚟噶嘛，係咪啊？亦都唔應該係機密。咁就呢個係第一個即係非常之可笑嘅罪。咁所以喺上個禮拜三黃岐山審嘅時候，都有好多曾經俾佢幫忙過嘅四川嘅災民，真係好難得咯。我覺得即係無天下之大不韙，直情去到嗰度同阿黃岐先生見一面。咁黃岐先生咧就秘密審訊，所以一去到咧就擁佢喺條有一條好窄嘅嗰啲走廊，擁佢走入去啦，嘣一聲入去，啲人咪啱啱企正喺度，
就睇到就佢哋嗌個口號就好得意嘅，就係、是、王琦，你媽媽叫你翻屋企食飯咁樣，即係個意思就話，即係佢應該翻屋企食飯。嗱就係咁樣樣，王琦先生嘅事蹟就係咁樣樣。咁你話王琦先生好明顯係維權人士啦，係啊，佢第一就係、是、喺正當嘅途徑維護嗰啲失散咗嘅即係失散咗嘅親朋戚友、至愛親人，去維護佢哋個同團聚嘅權利。嗯、到佢去維護六四死難者同埋佢家屬嘅權利，到今日，佢去維護四川省嗰啲豆腐渣工程嘅冤魂同埋佢家屬嘅權利，仲唔係？嗱，呢個就係、是、即係其中一個，即、就、係、是、王毅先生，我即係、就是、我記得我十年前。九年前寫專欄的時候，我就係寫過幾篇文，即係我後屘而家睇翻啲相，睇到佢太太啊曾麗女士都老咗好多，黃美生都老咗好多。咁其實即係喺我嘅記得嘅，即係四川省，好似黃琦咁都唔少，有一個姓李嘅，就係喺綿陽，綿陽今次都係重災區。就因為佢係爆喺1998年啊嘛，就係爆咗啲醜聞，就係話綿陽咧係好多軍，即係三線工業，即係就係軍需品。咁佢呢啲軍需品嘅工業冇市場啊嘛，因為裁軍啊嘛，就轉做即係商業嘅用途。咁亦都由國營咧就想要轉做私營，中間啊逼啲人下崗啊，唔找數啊，冇福利啊咁佢有一位都判咗七年，咁而家即係呢啲人海微波，又唔係每一個政治犯咧，都係會俾大家知道嘅，所以即係呢班維權嘅人士好值得大家尊敬。其實諗起黃琦故事咧，就諗起古代嘅時候咧，有一啲可能係見義勇為嘅人咧，去到為百姓即係請命，但係最終咧都可以被可能就俾一啲好黑暗官場裏邊嘅官咧喺度亂審啊，結果咧又施重刑啊，又或者施以入獄咁樣咁嘅情況。咁你其實而家一數就數到四個啦，嗱，劉曉波拉咗啦，會正式被檢控啦，咁呢一個黃琦拉咗啦，就已經審咗啦。咁譚作人咧就先生就應該係後日，即係又係禮拜三就會審啦。譚作人就一個學者嚟，一個博士嚟嘅，佢亦都係抵唔得即係呢個豆腐渣工程。佢本身就係得罪咗呢個大企業，就係、是、應該係中石油。喺呢、這個彭都嗰度咧，要起一個污染性嘅大 project，就去同拗緊嘅，都未拗完而家，係嘛？咁就。佢就因為就係好似阿黃琦生咁，就幫助啲人咧去訴冤，同埋咧佢係要提倡議成立一個叫做豆渣工程嘅死難嘅名單學生名單。咁佢當然嚇人震啦，咁咪順便又做埋，係嘛？咁個學者嚟嘅啫。咁仲有一條咧，就係話咧。佢同阿黃丹有通信講六四啲嘢，阿哥咁一個人冇通信自由咁樣，冇言論自由咁樣。咁嗱，譚作人作為一個學者咁古道而長嘅學者，又中啦。咁跟住仲有一個就許志永啦，即係公民啦，公民嘅個律師咁啊，專係幫啲窮人打孫志剛啊，冚唪唥都係大冤案嚟嘅，都搞掂咗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個鎮壓非常之厲害。或者咁啦，或者依一節時間去到呢一度，或者喺第三嘅時間裏面，或者都可以講翻，除咗係為一啲即係無權勢者爭取權益嘅人之外，其實無權勢者響上，甚至我頭一陣間都會講到，佢可能有啲人上京嘅途中咧，其實都有好多好悲慘嘅遭遇，或者一陣間再詳細同大家講一講。